哎、欸，各位，我们发现一个好康的东西耶！那小时候还有收到简讯，啊，还收到 mail， 啊，还收到 mail， 简讯跟 mail 同时都有收到。对，嗯，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，哎、欸，各位，那个家哎、欸、玉山家乐福联名卡周一元气活动，哎、欸，有送这个呢，靠腰送这个肯德基卡拉鸡腿。吉祥券呢、欸？对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去换这个吉祥券。对，那个领取密码，这你看的是9581。这个我们会先去换掉了。这不是诈骗呢啦。这个又不是诈骗，因为我们刚刚我看到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记得就是说那个柜台有跟我们讲啊，礼拜一的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，他有说那个满好像满999吧？对。每周一的活动啊，对对对，然后那时候会收到简讯。啊，我们那时候因为他就是现场结完，但是没有简讯啊。对对对，但是回来说真的有简讯。有简讯。哎、欸，那我来兑换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带你去兑换。然后我刚才我们收到简讯，我还要看一下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 DNA 那上面是有写。我赶快去翻这一份。对，我们赶快去翻，就是确定他这个。周一的活动、啊，周一这里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满999会送肯德基套餐。嗯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收到这个，我现在要去肯德基换套餐。对，所以各位，我们去换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这个肯德基套餐是不是真的可以换。所以它那个画面就会接到这里来，啊，所以我要输入9581，它给我的密码、欸，应该大家的密码都不一样吧？好，那我即刻开启哦。好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所以就拿到序号了、哦。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兑换。哦，还有小冰红一杯啦。哦，小冰红。然后一颗原味蛋挞、嗯，一个卡拉鸡腿。哇、哦，还、啊、有有效日期这样。哦，所以有效日期是三个月，因为我是今天拿到的嘛。对对对。今天是16号嘛。对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各位那。不然这样我们就去换好了，直接去换来吃。嗯。哎、欸，序号于收到30分钟后生效。所以是这样，30分钟后生，我们要等30分钟才能去换吗？嗯。不是，他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上面有写、啊。因为我们第一次，他有一个注意事项，这里有写。哦，哦，序号收到30分钟后。哦。然后结账前请出示本券，所以要用手机给他看。哦，好哦。哎、欸，各位要不然我们30分钟后出发。好哦，30分钟后出发。因为他这样应该是30分钟后才能用吧？的意思是这样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啦。好、哦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待会见。我们再去换看看，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换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各位，买好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换呢。真的可以换啊！我换好了，换了一杯小杯的红茶。哦，小杯红茶。这杯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，你最喜欢吃的哦，蛋挞，蛋挞，哦，蛋挞，看起来不错哈、哦，嗯，可以换这两个，还有那个什么汉堡，还有宝宝，这里，宝宝在这里，是这个吗？对，是这一个汉堡包，什么卡拉鸡腿堡的。如果永外野兽开发，哦，送这样啊，这个卡拉鸡腿堡，我这个鸡腿还蛮厚的哈，嗯，这样看起来蛮厚的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那个999送的套餐，哦，对啊，对，啊，不过礼拜一啦，他那好像是礼拜一去买才有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礼拜一活动，哎，我记得以前礼拜一好像不是这种活动，只是他好像是今年新的活动。哦，应该是2020年新活动，所以今年一整年应该都有这个活动吧？
对啊。我没办法，哎，各位，免钱的，免钱的。最吸引我的本来是周二的，你知道吗？满399买菜不是加一元？加一元可以换个什么什么？高丽菜、杏鲍菇、香菇什么都只有一块钱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然后现在周一有送肯德基耶，超赞的。好，那另外这个就是家乐福送，那另外我们还要买一个。哦，对，我还买了一个炸鸡啦。好像是他的新品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有一个新品，我们顺便刚刚在那边有看到有新品，在这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金沙什么？金沙，以前什么什么金沙鸡腿还是什么哥条？哇塞！这是什么云子鸡腿餐、啊？云子鸡腿。然后它这是有金沙口味，闻起来真的有那个咸蛋黄的味道。对，咸蛋黄味道，各位闻到吗？因为隔着一幕我闻到哈。你有没有觉得你那个萤幕有传出味道来？哦，金沙的味道好像也是会有不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也别介咸蛋黄啊，你得买呗。我个人是蛮爱的啦。因为我感觉伊这咸蛋黄的味道其实还蛮浓的。对，你现在我现在打开我就闻得到了。蛮浓的。对，所以那个咸蛋黄味道应该蛮重的。那如何？好，咬一口吧。先吃这个吗？先吃金沙的吗？先吃金沙，哎，跟我们来试试看金沙的好了，顺便试试口味。那这是新品。对对对。好啊，那你吃哪一个？哦，那你挑。你吃鸡腿，我吃这个胸肉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吃吧。这应该是腿肉吧？腿肉，大腿肉吧？大腿肉，对。我咬一口，这里金沙好多。哦。咬一口。好。如何？今天炸的有点油，有点油、哦。人家现在不是都有拖油机？我觉得那个麦当劳、肯德基都应该做台拖油机吧？没有没有，他今天真的这个好油，好油、哦。可能他那油温没有控制好。好、哦。这里有纸。哦，有纸啊。他应该是油温没有控制好，所以他的肉吃起来好干油哦。哦，好可惜哦。金沙它是。一个酱汁只有涂在那个，表皮。哦，只有涂在表皮。所以应该是我们点炸鸡，然后如果我们要那个金沙，它不是有加价吗？对对对。它可能就涂上这个酱。它加6块钱就变成金沙了，所以那6块钱应该就是上面的酱吧？对，它是涂酱上去的。哦，所以上次有一个那个什么辣，我们是之前不是买一个什么辣的？他那个酱也是涂在他的那个鸡腿上面，就炸鸡皮的最外层，炸鸡皮的最外侧，对，所以他只是加那个酱啊，因为上次那个也是这样啊，不过上次那个辣鸡腿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这到底看着脸。表情好像金沙也是好吃，好吃、啊，只是我的鸡肉好油哦，所以是油啦，没有那个清爽的口感。其实我感觉伊这吼，咱整卡所在诶，品质较无遐稳定，较无遐稳定。那么干杯，你来食一杯。伊这吼，我甲来讲吼，我要拄到一个笑话吼，咧整卡诶迄个肯德基，我有一个迄个要甲买早餐。今天早餐，然后伊甲我讲，你要点这早餐，伊要等30分钟。我讲哈，为什么？因为伊讲伊爱搁提出退冰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听到的时阵我面青，我讲为什么爱买这早餐爱等30分钟，爱搁等你退冰？这不是恁买早餐吗？我有跟干杯解释过了，因为我们乡下地方。大家吃的早餐都是中式，还有饭团啊、地头饭、豆菜面啊、鸡面啊，还是肉粿啊，之类拢是这款，就可能是这些东西。因为后面我听小蔡这样讲，我就觉得东方美啊、美而美、美之城那一类的，嘿，拢是这款早餐店嘛，还是迄个路边的迄个什么饭团啊，什么叉妈妈饭团，对对对。叉妈妈，杨妈妈、朱妈妈、柯妈妈饭团。所以这也发生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可能以前都在市区，在台中，我就觉得就有点不可思议，就是说，人迄东西卖甲做袂赴，做袂赴，啊，无就是惊
到到几点我卖完啊。嗯。佮佮叫我听着伊甲讲讲伊爱佮摕出来退冰时，我就想说，这是三小。我看你不是你们卖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拿出？真的没什么人在卖。所以可能我可能是乡下比较没什么在买，所以他后面他就连退冰都没拿出来退，很瞎哈。嗯，这是以前遇到的一个状况啊。嗯，那干杯，你试试了。好，来，我来试试。这一面没有金沙，金沙只有一面，哦、所以它真的是涂这样了哈、嗯。啊，你再转过来就没有了。对，这就原来的可能卡拉脆鸡吧。对，是不是好像软软的了？嗯，软软的，嗯。好，来，我来试试。哦，这皮真的还蛮油的。很油哈、嗯，我了解你这样子，吃下去就是没有那种很脆的那种，因为肯德基的炸鸡也是有脆啊，只是说它黑脆弄含油含很多哦，含油哈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炸的时候油温真的是没有控制好，嗯，就喊你吃到安呢，嗯。所以的确，它里面的是原来的那个卡拉鸡腿，嗯，啊，但是只是外面的酱，嗯，外面的酱，那这样它如果收六块钱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哦，那加酱，一个新的口味变化嘛。是，我觉得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味道，我觉得是还好，嗯，还是上次的那个什么辣味的比较好吃，辣味的比较好吃，嗯，我比较喜欢辣味的。它有新出那个鸡皮的，我还蛮想吃的，只是我们这里也没有卖。现在好像正在试卖中而已。嗯，真卡安刚无啊。嗯，真卡有通买到肯德基上袂歹。台南都没有，只有台中、台北、台中、高雄才有卖，特定的店才有卖。嗯，价格悠悠哈。嗯，悠悠。好可惜耶。嗯，太油了。对，纸在那里。可能是他们这个在炸。我觉得是店单店可能工作人员的关系啦。嗯，因为平常我其实之前吃好像也没那么油、啊，没那么油。这薯条就炸得不错啊，你吃薯条。我刚刚吃薯条可以啊。嗯，薯条还不错、啊，薯条不会那么油。对，薯条没有那么油，但是它的那个鸡肉好油哦。嗯。好，这个应该是单店的问题。嗯，应该是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是吃了这个。金沙炸鸡，对，金沙炸鸡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还有就是提醒大家，如果说你刚好周一的时候有去家乐福买东西，有满999，要记得留意收到那个简讯。哎，对对对，或者是 email。哎，不错啊，这样一份100多块啊。嗯，对啊，一杯小杯红茶，一个蛋挞，还有一个卡拉鸡腿堡。嗯，对，鸡啦，这是剩鸡啊。嗯，对，他所以有。你有买到这个金额的，大家留意，你旁讲伊简讯回伊讲，哎，卡拉鸡腿堡你提去兑换，叫你唔知啊。嘿，对啊。哎，光做无菜啊。但是因为刚好我们有知道这个讯息，然后我们实际兑换就跟大家分享。嗯，对。是的。好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影片分享到这里。呵，好。哦，我要吃我上爱吃啊，迄个蛋挞。呵，好。呵，各位，安尼拜拜。拜拜啊，再见啦，蛋挞。哦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哦。